神赐给我们的圣灵的恩赐跟果子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得到圣灵的恩赐是神给我们的，但是神不会给我们果子，他给我们种子，果子是要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耶稣基督注重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有圣灵的充满，有圣灵的保守，有属灵的，有圣灵的指引，有圣灵的与我们同前，让我们培养出圣灵的果子。但是圣灵的果子的来源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，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，我们是没有任何圣灵的果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蒙恩蒙德一大恩典，愿你赐给我们无穷无尽属灵的恩赐，给我们无穷无尽的种子，让我们培养出更多更多属灵的果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圣灵充满保守我们的骨髓，得胜召会，让我们的得胜召会，让我们的骨髓得胜召会培养出更多更多无穷无尽的属灵的果子。请你保守赐福我们的牧羊人牧师师母，请你保守我们的一群的牧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保守我们的家庭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保守我们的地球平安平安再平安。主啊，我在这里请你保守保守赐福我们的 co-worker， 我一个是 Thomas， 一个是 Whistler， 我跟他们做工十几年没有什么交流，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做了一个很大的 surgery， 我希望他们平静安稳在神的手中，愿他们平安平安再平安。主啊，我们一次一次我们得胜有余又有力，交托神的手神中，交托神神的手中，一切一切的荣耀归于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神与我们同在，阿们。主被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爱你，我在家里来托你祷告，我现在来到你面前祷告，托你很爱很多，让你与我同在，也多谢三位真神来帮助我们每一天，谢谢三位的真神来帮助我们，神啊，你的圣经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每一个，神啊，你的父神爱主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，没有感谢赞美你，我没有感谢赞美你。我的家要依靠你，我们的家全家依靠你，我们每一天要依靠你，我们每一天都依靠你，我们每一天需要你，我们每一天需要你的同在，神的领导我凡事都有难度，神你与我同在我凡事都难做，我靠你凡事依靠恶待，我永远依靠你的话，一生要需要你，我一生一生都需要你，一生我们的时候要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活着就要感谢赞美你，我天天向你呼求祷告，我天天向你呼求祷告，每一句话都纪念我们，每一句话你都纪念我们，我们每一天需要你，我们每一天需要你，
不论环境如何，我要靠你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我要依靠你。靠着你凡事都能做。我爱你，耶稣爱你爱到底。我在你的面前永远不孤单。我在你的面前有时有呼吸有盼望。我爱你，耶稣。我一生一世要跟随你。我一生一世跟随你。我在你的面前要赞美你，我的神。帮助我们得胜。耶和华 Elohim 是帮助我们得胜的。我握在你的面前，我握在你的面前，是亲近你。每一天每一时要感谢赞美你。我握在的时候需要你。我握在的时候爱我们的神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大牧者。你是我的灵魂苏醒，我要感谢赞美你。我握的时候需要我们的主耶和华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给我的生命。耶稣，你就是我生命的亮光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家的，我要赞美你。你是我最高者的独一真神，我爱你，我天天要想爱你，我需要你的同在，我爱你到永永远远。我活到最后一天都要感谢赞美你。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依靠。我不要怕，我只要信我的耶和华，我只要信我们的神。谢谢你为我们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牧师老母，帮助我们的牧者师母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，帮助我们的家万转都依靠你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永远永远依靠着你，帮助我们的四个孩子高的，帮助我们女儿的四个孩子的教宗仰望在恩主的手中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现在需要你，我们的家庭需要你，我们需要神的帮助。你是我们全家最高者的神，你是三一的真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永远向你献上感恩，我们爱你耶稣，我们永远永远爱你神，我们天天需要你主，我们要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，我们要依靠主，谢谢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每一天让你的祝福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将是你主的荣耀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依靠你，依靠主，我常常要听见你，听见主，父啊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天天祝福我们，谢谢你天天祝福我们，每一天不断的哪里会。我们无论到哪里去，主你与我们同在，赐平安给我们。我们需要你的平安，我们需要你的安慰，我们在你里面有盼望。我们要依靠你，你是我们的力量盾牌。主啊，我们的身体得在健康是你的帮助。你看是不是那有依靠你？我李天书的身体在你的手中得健康。你是我的大医生，你是我的大医生。你是个保护来帮助我们。你的保险赦免我的罪，医治我的身体。你是我的保障。你是我的真神，向你的圣都来帮助我们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帮助我们，父神的独生爱子，你帮助我们。谢谢你的大光来光照我们，谢谢你的大光光照我们，为我们，你爱我们，对你心爱感动。主啊，使我们的孩子们心理健康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天天祝福我们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天天帮助我们的需要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耶稣。我们一生的盼望在耶稣，我们的盼望在耶稣，一生一世要跟随到底，一生不只有依靠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帮助随时的帮助，帮助我的教会，帮助每一个教会，帮助每一个中国，显出你的荣耀，谢谢耶稣。谢谢耶稣帮助我们，谢谢耶稣帮助我们。你在这个教会做教为王，在每一个家庭中间做教为王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耶稣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是
神的孩子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他们还跟着了，一切的问题解决了，撒旦魔鬼要退去，不要，我们不要你，我们要圣灵充满，我们要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得胜了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万军之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是的，主啊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，我们每一天借着你的灵来充满，愿主圣灵大大浇灌充满这地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愿主智慧、聪明、谋略、能力的灵来充满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的祷告，大到你的天庭。主，你的话成为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每一天的领受你的话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耶和华，你常对我们心灵说话，我们领受你的话，你这样说：我要为自己立一位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着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现在的回应你的话，耶和华，我们在家里，愿我们成为你所拣选忠心的祭司，就是荣耀君君的祭司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君君的祭司。我们必要照着你的心意而行，我们立志这样去做，主你就必建立我们的家，坚固我们的家，我们就必永远行在你受膏者的面前。因为耶和华，你就是我们的受膏者，你是我们的好牧者，我们永远不会缺乏，我们永远住在你的殿中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要宣告耶和华，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，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，我们的生命在于你，我们的生命一切的福分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要享受你给我们一切的丰盛的祝福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昌盛都是从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 Elohim 而来的，你创造我们是使我们享福，我们要享福，福福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相信，主啊，我们依靠你的人都是蒙福的，我们依靠你的国家都是蒙福的，我们的教会要站在你的受膏者的面前，能够行出你自己的荣耀。主耶稣啊，你的荣耀就在家里，你的荣耀充满家庭，你的荣耀从家庭发出，照亮黑暗中的人。主耶稣啊，我们要为家庭献上感恩与赞美，求主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在这个思维做保险洁净家该的工作。主耶稣啊，你的保险在我们每一个生命中，在我们每一个家庭中做家该保护的工作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将牧者苏牧，将我们所有的同工都交托仰望在恩子的手中，求主的手天天安守在我们身上，让你的膏油膏抹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祷告达到你的天庭，让我们每一个祷告就出于心灵的感动而祷告出来，你就垂听你的应验在我们中间。主耶稣啊，膏抹我们每一个在家里祷告的每一位，主啊，你说拣选都要成为你尊敬的祭司。主耶稣，让我们永远行在你的面前，永远行在你的真道上，哈利路亚，在你的真道上来的造就我们自己，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，主耶稣啊，我们都在来领受从你而来的一切的丰盛恩典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孩子爱你，主啊，谢谢主把孩子带到这里，
孩子要把自己献给主，主啊，求求你继续保守看顾孩子，好主啊，圣灵的恩膏来突破孩子，使孩子的全心全人都能够被主你得着。求主你在孩子生命里面设立宝座，通过孩子的心思意念，砍断孩子所有一切的锁链，好主啊，你亲自来按手在孩子身上，使孩子的身心灵都能够在主你里面得健壮，好主啊，使孩子能够脚步能够跟随主你的脚步，不偏离左右。愿主你的宝血来遮盖洁净涂抹孩子，赦免孩子所有一切的软弱和亏欠。主啊，那孩子真的主啊，让老都不偏离主你的真理。主啊，是使孩子的主耶稣，主啊，主啊，愿主你继续来浇灌孩子。主啊，孩子需要圣灵恩膏的突破，孩子需要主你圣灵的浇灌。主啊，你生命的泉源要从你的高神和羔羊宝座中流到孩子的心思肺腑里面。主啊，使孩子能够活出主你的爱，能够成为主啊祝福的管道。主耶稣，主啊，是你爱的孩子。主啊，你的爱遮掩了孩子许多的过患。谢谢主，你不再纪念孩子的罪愆。主啊，谢谢主你，主啊，你医治的大能在孩子身上。主啊，使孩子的喉咙能够主啊主啊不再痒，不再不舒服。主耶稣，孩子在这里献上感谢，献上赞美。主耶稣，主啊，主耶稣，谢谢主，主啊，你要主啊继续坚固孩子的脚步。主啊，那孩子的脚步真的主啊不软弱，脚步软弱，主啊能够主啊手也能够抬起来，主啊，能够昂首挺胸向前，紧紧向着你的标杆竭力追求。主啊，那孩子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主啊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人，只看主你。主啊，你的话语要成为孩子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亲自来喂养孩子。主啊，那孩子在生命在你里面真的被建立起来。主啊，成为合用的器皿。主啊，也能够成为你的精兵和强将。孩子那样问。因主你的救恩来夸胜，主啊，孩子谢谢你用救恩来做孩子的盾牌，主啊，你也必使孩子的脚下的地步宽广，使孩子不能不致滑跌。主耶稣，你保守看顾孩子，一生一生一世都能够住在你的殿中，主啊，能够瞻仰主你的荣美，在你的殿中求问主，主啊，凡事都要交给主。主啊，你说你必抚养孩子，也必引导孩子。主耶稣，孩子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也把孩子的家庭交给主，主啊，你保守看顾，主啊，文斌和正林，主啊，你亲自关照他们，主啊，使他们的心思意念全部都在主你里面，主啊，愿主你赐福关照这灵的学业，使他的智慧得到属天的智慧，得到属天的知识，让他能够明白你对他的呼召有何等的盼望。主耶稣，主啊，愿主你坚固，主啊，我们一家三口，主啊，使我们家庭能够复兴起来，主啊，使我们家庭能够成为祷告敬拜的家庭。愿主你保守看顾我的家庭，主啊，使我们主啊一生都能够成为主啊主啊。主啊，都能够成为你的精兵将领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家成为赞美敬拜的家庭。因为我们家主啊是能够不但蒙恩也蒙福。主啊，你说你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。主耶稣，孩子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也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主啊，我们家庭我们的儿女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上。愿主你复兴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家庭，也燃烧我们祷告的灵，使我们的祷告都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。不但一家的主啊都被复兴起来，主啊，我们的家庭还有没信主的人主啊，你都要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家一家的都能够信主，都能够归入主名。主耶稣，你来帮助，愿主你福音的大能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、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还没信主的当中，来彰显你一切荣耀的作为。主耶稣，孩子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也把我们的教会交给主，愿主继续复兴我们的教会，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全然被复兴出来起来。主啊，你的荣耀在这里大大的彰显你扩张荣耀在这里主啊，你的光照在这里照去这里所有一切的黑暗权势主啊，你的宝血洁净这个地方的边边和角角每寸地土。主耶稣，你感孩子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耶稣。主啊，保守我们牧师师母主啊，他们的牧养主啊，是真的使我们能够灵命能够增长起来。主啊，你纪念他们所摆上的辛苦主啊，你要使他们身心灵都强壮健康，他们的儿女也都蒙福主啊，世世代代都蒙福。主啊，用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世世代代都蒙福，我们都要心尊主为大，因为我们的口都能够尊主为大，因为我们一心都能够赞美主，因为
主赦免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切的过犯，一切的罪孽。主啊，你也是医治我们疾病复原的主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你不纪念我们的罪愆啊！谢谢主，你每天用美物使我们得以知足。主啊，使我们弟兄姐妹也都能够如鹰返老还童啊！主啊，使我们的灵性也都能够被坚固起来。谢谢主，你赦免我们的软弱啊！谢谢主啊！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本体，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土造的啊！主啊，谢谢主啊！你怜悯我们，天地你何等的高！主啊，你爱我们，慈爱也何等的大，公你心有多远？谢谢主，你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？因为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真啊，你受你的律例典章，都能够真行在其中。主耶稣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，单单顺服主，单单仰望主啊！主耶稣，求主你帮助，谢谢主耶稣，孩子这样的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是为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清晨我们相聚在父的家中，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，我们除了赞美还是赞美。父啊，因为有你的爱，我们相聚在清晨这么美好的时光，我们要好好的应用。父啊，我们有时候会软弱，因为工作，因为家庭，很多时候违背着父的旨意。但是父啊，你大人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你总是 push 我往前走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。 The way I need to trailing pass.Also, I wonder they help me, help me, help me more. So I need to do to get the level five.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职场的关系，我们疏远了父亲对我们的教育。父啊，请你赦免我身上的罪。虽然有时候休息的时间很短，清晨醒来的时候就是很累，不知道是否还要来晨祷，但是在挣扎中，父亲你都会教育我，你留在美国是为了什么。父啊，感谢你一路以来对我的管教，我希望每天自己都是一个新的器皿。父啊，请你使用我，管教我。我也把我们家两个石威跟郭婷宜交到父的手中，希望他每天自己能够定时间来背主导文。现在他们还不能，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天有一天能行，因为这些小孩都是将来国家的栋梁。我希望他能够成为父所喜爱的孩子。此上的荣耀是归于主，赞美是归于神，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实的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你的慈爱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包容在孩子身上，你的祝福丰丰富富里里外外给了我有满足。孩子，感谢你这几天的关爱，让我能够在家里安息。虽然肉体有些软弱，但是主你在我里面给我刚强，我灵并不软弱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，感动我今天来到这里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
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窘境，在我们痛苦危难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岂不感恩呢？感谢你的主啊，利路亚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诗歌，主啊，你也是让我抬起头来那位神。主，我们用心灵呼求，向你呐喊，神啊，你并不撇弃我们，你永远把我们视为你眼中的同人。我们有的时候是有悖逆，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有软弱肉体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的亏欠，主啊，求你加给我们力量，好在你的圣洁的光中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主啊，我们有了你，我们还惧谁呢？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盼望。当孩子徘徊的时候，主是你的手伸向我，让我靠着你并不知羞愧。谢谢你医治了我的灵，医治了我的肉体，让我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将感谢颂赞荣耀都归给你。也谢谢你的话语喂养了我的灵，好让我的灵不住地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，因为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为我们舍得了你自己，给了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是你给我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的盼望，我们请感谢赞美你呢。谢谢阿爸父，你的爱永远在孩子身上，孩子永远要顺服你的旨意，顺服你的带领，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。感恩，谢谢阿爸父，谢谢耶稣基督，谢谢圣灵，你在我生命当中做的那份美好的工作，我感恩，谢谢你。主啊，你祝福你的每一个儿女，他们心里所想所求的，你未尝不给他们。你给每一个儿女有信心，有盼望，使每个儿女在你的道路上永远的直奔。这里需要你的灵，需要你的关爱，需要你圣洁的同在。我们喜悦你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祝福这地，翻转这地，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。愿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儿女心里所想所求的，让我们看到主你的手，让我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来到基督里面，我们确实的彼此相爱。谢谢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永远的基业。谢谢主，祝福你的仆人使女，祝福进进出出的每一位来瞻仰你的儿女们，翻转每一个儿女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要迎接你们这位大能的君王，我们都是你的宝贝，我们都是你眼中的同人，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。主啊，你乃要在我们身上得着你的荣耀，是你耶稣基督的血洗刷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圣洁地朝见你的面。谢谢耶稣，
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地颂赞我的主，将感谢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的确是你所拣选的族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圣洁的国度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天天被你坚固。主啊，你不但为你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主啊，这忠心是出于我们的意愿，也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是你把这个忠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把那个坚固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把我们对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这是出于你的怜悯，主啊，出于你的保守，我们才有这样的一颗心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一定会照着你的应许，主啊，因为这是你的心意，凡是有这一颗忠心被你持守被你保守的人，主啊，你一定照你的心意来赐福给他们。主啊，坚固他们的家，建立他们的家，哦，坚固我们的教会，坚固我们这个属灵的家，你给我们地上的，主啊，预备进天家的这一个踏脚石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赐福给活水得胜教会这里的每一位向你倾心吐意，向你在神的面前忠心来侍奉你，真的是认清楚自己的位分，也愿意在主的面前被主坚固，成为一个忠心祭司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坚固这个家，主啊，坚固活水的家园，主啊，也因着这个家园带给我们所有地上的家庭都蒙恩蒙福。主啊，我们要从晨祷里面看见，主啊，这样的一个水流，这个圣灵的恩膏要流下来流出去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你应许，祝我们这些人永远永永远远是行在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主啊，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是受膏者，你是大君王，主啊，你是我们代罪的羔羊，你是卖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完完全全传递天父上帝旨意的人，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领受这一份的恩膏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能够走出我们的家门的时候，我们有王家的风范，我们有活水家园的风范，我们有神国度子民的风范。主啊，让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，主啊，让我们与福音相称，让每一个儿女以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哦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以真理的带子束腰，主啊，让我们以平安的穿上平安的福音鞋，走到任何地方，我们所带给我们邻人朋友每一个公司行号的是平安的灵。主啊，这个世界上的黑暗仇敌全是恶者借着各样的人事物在制造纠纷的，制造纷争的，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靠主的宝血，让每一位在你面前向你倾心吐意的人，主耶稣，我们定义成为和平的使者，我们正定义成为照着你的话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主啊，你使我们成为承受地土的人，不但你把这个地方活水得胜教会3301 Union Street 这块土地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哦避风遮雨，可以在这里欢喜快乐敬拜。主啊，你还要将更多的地土赐给我们，更多人心的心田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愿意永远行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你是受膏者。主啊，你要将你的恩膏传递给我们，赏赐给我们，哦，借着你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洁净。主啊，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，哦，主啊，在你面前我们真为晨祷献上感谢的是，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你的儿女真的愿意在主的面前被调整，甚至被管教，被更新，被重新的出发。主啊，我们真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昨天的真的已经过去了，今天真的已经来临了。主啊，昨天你真的已经保守我们了，今天你真的要加倍的赐福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掌管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，你永远带领我们得胜，得胜再得胜。哦，主啊，不仅我们在面临撒旦仇敌搅扰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真的不丧胆不忧虑不惧怕，同时
我们真的穿戴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能够攻破撒旦坚固的一切的营垒，而能够坚固在神的里面。我们不会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主要因此我们不提别神的名号，我们也不会惧怕撒旦仇敌有任何的这些的兴风作浪。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是赐平安的神，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真理圣灵会带给我们生命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平安的灵在于这整个礼拜，主啊，你再次的赏赐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再次我们仰望主的怜悯，吸引更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中间。哦，主啊，其实主啊，我们闭上眼睛只看你，我们不管这个周遭人多人少，但是主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主啊，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，我们也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到你的丰富。主啊，你说若是他们不能与我们同德，就不完全。主啊，我们真是，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主啊，你要让我们爱仇敌。哦，主啊，真是我们好像不太可能像天父那么完全，但是主，你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这个经文的上言就是要我们爱仇敌，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。主啊，为那些软弱的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像天父这么的完全，有完全的创造性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像天父一样有完全的永生性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也可以像天父一样，因为你愿意将那真理里的自由赐给我们。所以主，你赐给我们哪一句话，你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平安，我们就在你的话语里面享受你的平安，享受你的喜乐。主啊，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享受，我们今天就完全了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当我们享受到神所给我们的，上帝就开心了，阿爸天父就喜悦了，我们就满足了天父的心。我们在今天，我们的心也会满足，今天我们就完全了。主啊，但是今天的完全很快就变成了昨天。主啊，因此我们愿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的每一天。主啊，面临到这个晨祷，主啊，如果用人的头脑来想，我们无法想象，也不敢保证。主啊，我们怎么样可以过去没有这样的习惯，如今我们可以一年365天，我们不是在学韩国人，不是在学任何其他的人，我们乃是向着耶稣基督你给我们的标杆。主啊，你要我们怎么行。主啊。